过来吧。阿若，今儿个是你册封的第一日，你高兴吗？高兴，臣妾终于能为皇上侍寝了。可若是朕不那么高兴呢？臣妾会让皇上高兴的。这簪子碧莹莹的，珠子也好生精致，这可是皇上专门赏赐给主的，主戴上试试。眼皮子浅的奴才，皇上哪天不赏赐咱们这儿，跟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似的。这还不是皇上疼主啊。你拿去挑些好的送出宫给我的两个弟弟。从前我没什么好东西，如今有了，自然先顾着他们。奴婢现在就去办。恭喜甚常在，皇上今儿又翻了您的牌子。哦，谢皇上恩典。凤鸾春恩车已经在外头候着了，甚常在，快请吧。这么久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是好事，说明孩子在您腹中健壮。您再忍着点儿。皇上今儿翻的谁的牌子？不说我也知道。左不过就阿若那小蹄子，也不是皇上看他什么了。您是启相宫的主位，这慎常在再得宠，在你面前不也得低头吗？等我生完孩子，自然要彻底的收服他。朕说，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会躲到皇上的器中吗？珠儿，皇上接连没了两个孩子，只要您腹中的孩子是个皇子，皇上一定会喜欢他的。再说了，除了皇后娘娘的嫡子之外，纯嫔不也是汉军旗吗？您就安心吧。费了这么多心思，就是为了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是我生的。这个孩子是咱们的指望。这个孩子也是世子的指望。这么多年，世子就盼着我能生下一位皇子，成为我们的骄傲。恭送甚常在。都快着点儿。哟，马公公来送饭来了。算了，你就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都有。哎，别急，都有。不要抢，不要抢，都有。别抢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等一会儿都有。哎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，拿开。不要抢！哎呀，别抢啊！外面呢？麻溜的，赶紧的，快点，赶紧的。下一个。还好还好，不要急，都有。下一个，快点。馒头馒头。新来的？是。季太平。这馒头对我没点儿了，
你瞧我的，我的。吉大平，不用看，想办法弄点银子，马公公自然会给你们弄些新鲜的吃食。冷宫里也能用银子换东西啊？谁跟银子有仇啊？冷宫里也一样。你把手给我，老实，老实，给我吧，你拿过来。